各位观众朋友，你好，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古》节目。在上一集的节目里面，师父谈到，就说中国过去的知识分子呢，对宗教是多少保持距离，甚至有点排斥的。那么现在的知识分子呢，已经开始稍微有点转变。那转变的原因是什么？它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师父。师父您好，陈小姐好，是大家好。师父您谈到就说，现在啊，现代的这个，尤其是自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宗教的态度、略略有所转变，这是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那么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呢？这个我还是要回溯到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史啊，这个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的时候啊，是受到中国正统的儒家思想的排斥的，一直到了这个隋唐的时代，经过魏晋经过这个后汉魏晋南北朝，到了这个隋唐的时代呢，这个渐渐的这个儒家的思想啊隐退，而这个佛教的思想抬头。那在隋唐时代，大概两百多年的时间之间呢，这个儒家的思想啊一度曾经非常的沉寂，那这个佛教的这个思想佛教的信仰受到这个上层次这上层社会知识分子以及中产阶级的人呢几乎是全面的这个奉行，因此造成了中国的文化之中啊变成了儒释道对三家，就是变成了这个三足鼎立三足鼎立。可是到了这个晚唐以后呢，这个渐渐佛教的人才减少了，佛教也可以发展到，也可以说发展到了已经到了一个饱和点，已经到了一个顶峰状态以后啊，它要走下坡。那么因此到了宋开始，就是儒家抬头，明宋元明，那这个期间呢，佛教的人才就是很少，这一直到近代，到现在民国时代为止，这个佛教的人才始终啊，没有出现呢，这个是顶尖的一些大师级的人啊、但是儒家有很多大师出现了，像朱熹啊，像这个王阳明呐、像二程呐、这些人啊，两位臣子哈、那这些人都出来以后呢，这对中国的儒家的思想啊，这个。就是儒家思想得到振兴，对，重新振兴。振兴的原因是接受了佛法的利益，这个佛法的内容。得到佛法的滋润。得到佛法的滋润，就是这样子，用佛法营养了他们，用佛学营养了这个儒学就变成了这个，就是变成一个文艺复兴。那这个呢，也不能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都是排斥宗教的，也不能这么说。是，至少在隋唐时代，还有很多的知识分子是接受这个佛教的，接受宗教的。但是到了现在的这个时代呢，因为中国的文化又变成了很帅，就儒家的这个、新儒家的这个思想啊，这旧国家已经没有办法救。这个现在的文明就是科技，这是所以船坚炮利，这个我们这个拿儒家的仁义道德啊来对抗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就科技进入啊我们在中国，那跟着科技一起来的呢，就是啊西方的宗教，是，那就是很多的人去西方留学，那接收他们的宗教，也有很多的人在我们国内接触到了西方来的传教士，他们都是这个知识分子，对，
像这个像李马豆那样子的人啊，到了中国的时候啊，他带了很多的新兴的科学到了我们中国，那我们中国人就喜欢他了，那很多人就受了他的宗教了，那这个中国人知识分子就变成了啊，有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啊就变成接受宗教，这样子一来呢，说宗教完全是受知识分子排斥的这种事实呢也就改观，那是这是在抗战以前，那么到抗战以后呢，那我们呢这个抗战也就是二次世界大战对之后呢，这个中国的社会更开放，这个交通啊更方便，对那个讯息呢传递也是更啊西方文明长驱直入，对对因此呢中国人就心胸比较开旷，说中国的宗教大概是不好的，他们以为是这样子还是迷信的，什么信神啊信鬼啊这个都是迷信，那西方来的一个宗教呢是非常干净的，自信的唯一的上帝是神，那是啊最好的，也是非常积极的，中国的什么宗教啊都是消极的出世的、哎、迷信的逃避现实的，所以西方宗教比较入世、啊、西方宗教就是入世的，他们这个政治啊军事啊经济啊他们都参与，其实就是这一些政治人物经济的人物军事人物都信宗教，因此呢就把宗教带到我们这个中国来了，所以这个呢这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呢基督教一度啊许多许多的人呢、啊、就来这个来信，那么在台湾情况也是一样啊，为了当时的社会这个很穷困，他们带的就是面粉啊牛奶啊或者医疗的这个技术到了我们台湾，那我们台湾在这种情况下呢一下子啊在乡村偏僻的地带或者是呢眷村之中他们都需要这些东西，是那因此宗教也就被带到啊我们这个社会来，所以曾经一度啊这个基督教是蓬勃的发展非常的快速，是谢谢师父开示，那么也欢迎您呢在下集里面继续来了解台湾宗教发展的这个沿革。